政治压力和指控，被迫辞去部长的职务。那中联科在套用这个逻辑说，杨巧商也应该辞职。好的，我们先请假，超回来会跟大家聊 SPM 成绩放缓之后的部分，是野生应该都会提升，尤其是今年大学生。为了放缓，你们这些成绩应该相当好，你们能更符合林科系的那些毕业生呢？西科、欧科、西科、外科、西科、内科会有更好的加分。学生当时也有很多人的好，他们进分都高，但是具体上分直播当时还是没有想象的好看。科和高级数学科目上，考
考到忧郁成绩的学生当中啊，有23%的学生有资格修读医学系。但是根据数据说，即使当局开放读医学系的名额是足够的，但是那些符合条件的 FBA 毕业生中啊，有不少人因为担心读医学的费用很高，或者是担心读医学系会很难会毕业等等理由，所以即使成绩很好，他们也对就读医学系兴趣缺缺。那我们再往未来看的话，恐怕以后国内啊医生的人数只会越来越少。早前呢，合约医生罢工组织曾经发过广告，对这样的一个现象表达担忧。他们警告说，当进入医学系的人越来越少的时候呢，那你就可以预料未来国内医疗服务的质量会怎样。那些年轻人不再对医学系感兴趣，那他们到底想读什么科系呢？这个组织就提到啊，现在的年轻人对电脑、摄影、商业领域这一些部分是比较感兴趣的，还有更多的年轻人呢是受到社交媒体的影响。那些宣导说不念书也能发达啊，这样的言论，他们说那年轻人被洗脑了。但无可否认的，这个组织说啊，医疗行业本身内部的问题才是让很多人望而却步的原因。某行业医生罢工组织提到，近年来有关于医学领域的负面新闻是不断的在爆发，从霸凌问题、工作压力过大，再到医护薪资待遇跟工作量不相符，进而到医疗体系无法负荷之后。国内医护啊曾经多次爆发罢工和抗议行动，要求工作保障。而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一直没有被改善之后呢，问题就会继续反复发生，最终导致整个医疗体系的问题。